至公的心，上人的法，成就弟子慧命，上人奔走不息。持记大藏经，是追踪救济，长期关怀。救助期间，除了每月定期探访，即便救助结案过后，每三个月还做一次追踪复查，在生活和精神上娱乐拔苦，抚慰辅导。慈济的每一项救助活动，从访查、提报、家访、制定救济方案，以及勘灾造册、物资发放到追踪回访，都是由志工们亲自进行，善款的运用则秉持诚正信实的原则，一元当两元用，亲手便布施。
缔结为专案伙伴，合作开办难民社区学前教育中心及难民社区义诊服务。2002年，慈济相继在马六甲、巴生、吉隆坡设立了慈济义诊中心，免费为低收入群体及难民提供医疗服务。慈济医疗不只是医病，更是关怀，带动以人为本、医人、医病、医心的医疗人文。本着付出无所求的办学理念，慈济积极致力构建一个完整健全的教育体系，期望能培育出为社会、为人群奉献大爱与关怀的人才。亲子班改善亲子关系，促进家庭和谐；慈善班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；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走入人群，付出自我，创造社会希望的未来；大爱妈妈进入校园说故事，借由让孩子们接触近似语，启发孩子们良善的本能。从家庭到学校，带动生命教育、品德教育、人文教育，让孩子们走向正确的人生轨道。2017年9月动土的非盈利教育机构慈济国际学校，就是这样一所从幼儿园到大学先修班的完全教育体系。在马来西亚，从1995年开始落实环保至今，在慈济志工多年积极推动环保下，全马已有18个环保教育站、181个环保站、894个环保点，20000多人次投入做环保。正言上人表示，慈济环保站可成为老人家的清安居，老人家在做资源分类的时候，手动脚也动，不止复健身体，而且引发助心，调和身心。很多人在环保站中身心复健，因而改变了家庭。2003年12月，慈济正式成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会员。慈济本着尊重生命的精神，发展为具国际宏观视野的全方位人道关怀，超越政治、种族、宗教及地域。慈济职工自付路费，远赴东南亚、欧洲等各国，跨国赈灾、跨国义诊。平安的人要去帮助不平安的人，唯有爱才能抚平伤痛，稳定人心，更是社会安定的力量。慈济重视的不只是救济援助的成效，更在乎启发人性善的良能，在最黑暗的角落点一盏灯，在最凄寒的路上生一堆火。迄今，马来西亚中南东马逾20个据点累计了超过5000户，近40000长期照顾户，而发放慈济助学金帮助清寒学生就学，自1997年至2016年12月，共加惠了173946名学生。爱的力量可以抚平不安的心灵，更能化解世间一切灾难。人类的希望来自于互助，慈济济助是把爱的种子散播出去，让受苦受难者感到人类平等且真诚的关怀，因而开启心中的爱，有朝一日能从接受帮助者转变为施予者，这就是善的循环。若人人付出爱心、感恩心，世界和平将指日可待。50余年来，慈济慈善工作未曾停歇，上人更引领我们的志工要走入服侍。2012年，慈济接到一名18岁的学生男性向慈济寻求援助，他就是江可
现在目前读这先修班，基本上是不够资格申请教育贷款。我因为在中学实习，多次得到慈济的助学金，我就想一想，因为我是看谁一封信向慈济申请助学金。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江可丽，父母亲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上进心啊，他放坏他就会为自己安排呀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。可丽这个是第一年要去这个中医师，那个学费7000多块，对他的父母来讲都是一个蛮大的，所以申请慈济的协助，慈济就批了。对于有你们大声的唱。
但愿我们这一份虔诚祈祷能够上达诸佛厅，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福慧增长，过个幸福又有价值的人生。在还没有出班的会众，感恩大家耐心的等候，更感恩大家珍惜这一份来自台湾花莲的上人祝福，让我们将每一年领取到的这一份福慧红包作为您的家。非常简单的年数表的，希望我们在场的每一位一起来响应。接着下来呢，还包括了这个新春的一个活动，欢迎大家待会在场外，大家请合掌，向佛菩萨行三问讯礼。一问讯：